对了耶。来哦，我们的上次玩过那个找按钮还不错玩。嗯，一开始随便放按钮啊，然后呢，选择好你的按钮就会是你的职业。嗯，好不好？没玩过的玩了就知道。我们的狼也是厉害的哦，雪狼跟暴走狼，暴走狼就是越刀越快，嗯，复数职业是人鱼，然后有一个诈欺师，所以会穿装的有三人，然后还有色狼哦，可以色色，还是再一次强调，色狼也可以好人方获胜哦。好，好，就来试试看，藏按钮，按钮。不要放在水或岩浆哦，会被洗掉。水或岩浆变成按哦。长按钮、哦，就是你放上去，等一下这里按按钮就会获得职业。哇，时间好长。对，全部长的话就那个啦，就会直接跳过了。三十秒内，剩五秒，快点。自己按得到按钮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它会有例子可以去看。哦，人人。按钮，玩这个，玩这个，啊，舒服。可以按自己，都可以，你可以藏自己，按自己也可以拿别人的都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按得到吗？太难找了吧？我刚刚藏到一个按不到的地方，哎。它有很多粒子效果在那边亮。你可以透过粒子效果去判断，它也会告诉你有没有那个距离。被按掉了，按不到。暴走跟怨灵还没哦。谁会按怨灵啊？按过按钮的人就不能再按了，避免 bug 哦。那杰克啊，等下查杰克就知道。我已经，他第一个就飞走了。我已经按完了。你是怕巧克力在查你，然后又飞走了？哦，怨灵有人按哦。哎呦，哈基哦。谁还没找按钮的，赶快去按哦。暴走狼哎，好玩呢。对呀，守卫呢，好想玩哦。那还有谁没按呢？不知道，这不能，这不知道。我好不会找哦，好不会找哦，婉婉，哦，婉婉，婉婉，要么狼，要么守卫，哦，哦，我回这个时间，最后是谁按的？婉婉，婉婉，说还没找到的感觉，那应该是最后一个是，最后一个是谁按的？婉婉不行，星图坏坏，不可以。刚这两个谁按了一个？对，没有人认，没有人认的守卫，守卫，诺主播，干嘛？不是你，不要过来！怎么在那里都可以遇到你啊？还是西亚？西亚，你刚是最后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一开始就按到了。一开始是谁？现在谷仓屋顶多了一条路哎、欸。对对，现在路基本上都还可以走啦，就一样屋檐不要站就好。嗯，其他都可以啪啪走。都不要过来哦，我们都怪怪的。可是怪怪的。可以保身份的不保？阿纪，阿纪一定是怨灵哦。这是什么？你是怨灵？怨灵是倒数第三个案子。给他们吃东西，他们的交易，交易，交易，太可怕了！有人有被追的吗？哦哦，怎么了？你看我太近了。你看我十几块，无敌战争。哎，笑狼，笑狼，变动主播唱歌了。我是预言家，婉婉是狼，婉婉是暴走狼，婉婉是暴走狼。婉婉，我们很好，对吗？婉婉，我们很好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这样。有两个狼靠近了，有两个狼靠近了。真的假的？哪里？有，下面有两只狼。对，嗨。那前面还有一只树林的孩子，他在等我们下去，那流口水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怎么好啊，好啊？那什么？立刻就是狼啦。哎，他在跳哎。玩玩吧，玩玩吧。牙嘞牙。那两只。哎，是巧克力呀。巧克力狼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两只狼，我是第三个，我炸七岁，我一直在这里。我在确认你们是哪些人。我刚刚最后是干嘛？我刚刚最后是要脱妆给你们看哦，是你自己跳下来的哦。那你为什么要逃跑？先确定，不然你等下乱跳怎么办？那你为什么要逃跑？骨头走出来。因为你们，我才没有。因为我要有解释的时间啊，我现在可以过去找你啊。婉婉，婉婉在前面，婉婉在前面。那我票，先票婉婉，先票婉婉，婉婉先。婉婉确定的，哎呀，我可以票婉婉，我可以票婉婉。好好，我相信你。
好可怜。好，好笑。西亚，西亚应该也是哦，西亚应该。好好，大家下一个。没有，我现在有可能才投你的。怨灵要查怨灵。对，现在要查怨灵了，对不对？喂喂喂。哎，所以谁是狼？我可以吗？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。另一个应该是西亚，我就说我是诈欺。这是按钮，我干嘛就按狼？我按照诈欺，我当然开心。跳他！你在想我刚刚动作是两狼进去，我在外面，我还脱妆，是杰克自己跳下来。我想说控一下，对啊，我查看阿乔，阿乔好人，阿乔好人，好人好人。没有，你也没办法帮到我。另一个是雪狼哦，是有雪狼，雪狼有那个啊，对耶。我在角落，我在角落，你们看就知道了。角落就是我，你比看到的是我。哦，好，跳他，跳你个鬼！跳他，找怨灵。你又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怨灵？你为什么那么想要票的人？女巫是谁啊？那为什么他这那个是巧克力？他说他是假的。我砍瑞比特砍不着。我下错了，我刚刚我砍他两下。有没有看到？来现场直播哦，证明证明，看兔子是不是？查他查他，那查他。罗莉妈说下来我砍啊。我不知道。你们先查怨灵，你们先查。罗莉妈说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你一下来我砍砍你就知道啦。不是啊，我没有砍，我一直躲起来呢。可是如果你砍我，我死怎么办？你们觉得怨灵是谁？我是用原价，我一下就讲我是查人的动作。查人的，那你是不是杰克？我会查人，杰克，杰克，我还会唱歌哎，他都会唱歌了。维尼，维尼是什么？维尼，维尼，维尼跟诺伊，我是舞蹈，天生唱，我是舞蹈，我是人。瑞比特会舞蹈，瑞比特可以用技能证明。对呀，那就是剩一个人了。瑞比特等下要舞蹈哦。然后呢？狼呢？那还剩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没讲不出来啊，讲不出来的谁？倪萍，你什么职业啦？对呀，还没讲啊，要讲吗？那倪萍你是什么？倪萍，那倪萍啊，倪萍，我是正常人。那你那你们怎么乱跑？你是怨灵，是怨灵想要乱票？对，他是倪萍的啦，倪萍啊，我是正常人。各位，一二三四五。等一下啦，我还没查呢，睡。哦哟，有什么职业啦？你看，还在那边想在弄人。可恶！没在听。可恶！没在听，该坏坏。活该。可恶！我下面那是谁啊？在谷仓的是狼。谷仓是狼，那外面外面跑是狼，外面跑是狼，谷仓是我，外面跑是狼。谷仓是你啊？对对对，外面跑那只狼哦，我没有跑了。杰克，杰克被麦田是谁啊？那个是谁？维尼吗？还是谁？西亚，西亚被追。麦田被躲在房子里面。维尼，他去谷仓了，他去谷仓了。谷仓，谷仓右侧。他追不到我，他追不到我。大家小心，大家自己小心，赶快跑，快跑，往速跑就对了。哪里哪里？谷仓后面那个是狼吗？对。他进小屋了，我要对他牙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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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里？小屋集合，古城后面的小屋。好，西雅，西雅大小姐该休息啦。我还不想睡，牙他牙嘞牙嘞，还不睡，西雅大小姐。不要，睡觉喽，睡觉喽。不然西瓜要跳舞给你看喽！啊，有羞耻的舞蹈的哦！我还没想看而已。哇，什么意思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比基尼跳舞，哎、欸。耶、yeah, 啊！你凭这个乱源。啊！乱源，你凭都是狼吧？所以最后按的是维尼啊，维尼可以说啊，你那个守卫可以说啊。哦、oh.。我想说输了好像就会暴露狼是谁了，就是要暴露他。你人怎么这么好？太多自信了这里。哇，这个按钮，好好好好小心啊！报告，那个泥皮他的怨灵是自己按的，这个人真的很坏。对。再来看看，哇、哦，这个坏人。好好玩哦。还在一直怀疑我，气死！我就看到明显两个狼进去，想说应该你们就知道。怎么办呢？尽量30秒内藏，好不好？就可以快一点。
还有五秒，还有五秒，大家不用藏太深。哦，真的耶，好快啊！我藏在哪？藏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哦，耶！休想抢我的，还想跟着我？你是谁？早就按了好吗？没人按嘞，雪狼教堂有雪狼哎，好玩嘞。杰克打打小屋有炸鸡师哎，二选好玩的呢。暴走怨灵，哎呦，谁还没选啊？我找不到按钮，没有人敢讲话，没有人敢讲话。维尼找不到按钮。所以刚刚这几个都是后面这几个的职业哦。哎，雪狼被点掉了，雪狼被点掉了，暴走狼还在，预言家还在，怨灵还在。我找按钮速度肯定是快的，然后怨灵我是绝对不会去按的，我怕死。我也不会按怨灵。狼可能我不晓得啊，但怨灵我不会。什么大的按钮都那么难找？它很亮啊，很亮啊！开粒子效果。预言家在那个啊，村那个什么卖场，卖场，这个感觉是泥皮放的，这有点夸张，放人家屁屁呢。小房子帮忙。哦，预言家有人点喽。村长家门口有一个。哇哦！啊！村长家门口。什么都没打我。谁打我？维尼这时候不能多说了，维尼，不然你会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要么怨灵，要么狼。你要说找你早就按了、啊，你早就选好了。早就按了。哦、是谁？按一下啦。是不是预言家。啊，你就说这个早按的谁还找不到，这太久，浪费时间，拖台前。开始了，拖台前，拖台前就开始啦，第一天跳过啊，敢不敢啊？要 啊按钮都找那么久了，冷静，干嘛？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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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跑跑跑跑！哎，这有很难受，我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新开的，这新开的。弯弯，你是狼。弯弯，我们他在屋那个维尼，感觉也可以查哦。在谷仓屋顶哦。哦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维尼感觉也可以查一下哦。啊！不要给我谷仓谷仓。婉婉是狼，等一下，有两个人，维尼跟婉婉，维尼跟婉婉就我。维尼倒了，维尼倒了。我敲错了，没听到。那是谁？那是他敲自己的伙伴了，可是这样。你们怎么敲出来？没有，你敲的有可能是炸鸡啊，对不对？要这样讲。维尼，不是，泥皮，赶快跑！你要跟人家说我是泥皮。我是泥皮，哇！技能，你有技能，哇哇，差一点点，我就Oh my God了，这是谁？大刀阔斧，泥皮杀泥皮，他说他是泥皮耶，至少他刀的是刀的好。我们现在找怨灵，怨灵，我这么相信你，我先猜个瑞迪特，也是比较后找到的。我是会唱歌的怨灵。我也西亚跳的孟娜，西亚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不是，他不是鬼吗？他不是啊，他不是。婉婉，婉婉才是鬼。找的是收票，收票，收票，收票。对，如果你说是怨灵，我们不知道；但如果是狼的话，是婉婉。还是是杰克啊？杰克，你是怨灵啊？我不是，我是会隐形的，但是我不是啊。你会隐形哦？放弃，承认你的放弃。我会五秒。杰克只有五秒，只要听起来很怪怪的。有人进步了，你之前是一秒。哦，确实。进步了，进步了。秒数是要慢慢增加的。慢慢增加，慢慢增加。对。哦，查到了，查到了。啊，真的是西雅。那就剩婉婉，剩婉婉。好快，那我只能去谷仓玩了。他在谷仓，在谷仓，在谷仓，我舞蹈哦。啊！另一个是炸鸡，是我在跳跳，我又是炸鸡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婉婉不要啦，你去谷仓。对，人鱼两只。哦。那感觉人鱼一只就好了，这个狼比较辛苦。他在屋顶跳跳舞，屋顶吗？树上是我。是
树哦，树上是你吗？对，我说我当机。他当不是谷仓吗？这是我，这是我。仓吗？好，就仓吧。仓。谷仓，我得谷仓，我得谷仓。我唱着你的歌。对，我们都在唱歌。大家是两个。主要是在合唱吗？大合唱是不是？哦，在battle battle，把他打下来，把他打下来。